本节目由九零玩具 Portal Store 赞助播出。有玩 PTCGO 的线民可以到 Portal Store 购买序号，输入代码 Skyline 可以享 5% 折扣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线。今天的单元是新卡情报，三分钟，其实就是宝可者的新卡版本，用约莫三分钟时间来细说新卡的用途哪些。今天来介绍的是天星队的代表宝可梦普罗罗姆。其设计有如赛车的宝可梦，是天星队在预告时就释出的彩蛋，而帮主的普隆罗姆都经过特殊强化，成了类似宝主的 BOSS 存在。期待未来也会有特殊的普隆罗姆做成卡片。那么在进入正题之前，还没订阅的帮忙订阅一下吧。会员机制开启了，若想提前知道大量发生的卡片，可以加入来观看会员限定文章。普隆罗姆特性，在自己的回合时，若从自己的手牌将一张能量卡丢弃，从自己的牌库中抽到自己的手牌六张为止，招式1-35打基本90，举一次硬币落为正面，则增加90点伤害。这个特性看似复杂，但把它想象成丢一张能量且能多抽一张的大尾狸即可。因此要放到这组绿牌系统的首要条件，就是能量要有一定数量。再来是能量丢到弃牌区后，相对我们能手填的能量会变少，所以除了能量要多这点以外，会建议该牌型都能从弃牌区回填能量。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后，就会是一组只占4张空间的绿牌系统。普隆隆的选择这次出了两个 HP 60撤退一颗无色能量，招式15可以让对手中毒，以及 HP 80撤退两个无色能量的。在火属性胶布能后攻一拳打30的环境，会推荐 HP 60撤退一颗无色能量的。接下来看到满足能量较多且从弃牌区填能的五种牌型。一、二属性。二属性会是首推，有专武、暗黑修正党以及加热火焰鸟 V， 拥有两种从弃牌区填能的方式，加上达克莱伊 V Star 的招式，是以场上二能量数量来增伤，完美运用弃牌区的能量。普隆罗姆的属性除了钢以外，还有毒，毒转化成 TCG 的话，也会并入在二属性，这让未来二属性普隆罗姆有更多变化的机会。二、水属性。起源帕路奇亚 Vista 的 Vista 力量信心入口是能从弃牌区填三张水能量，且水属性还有美容这张填能量的支援者，填能的同时能从牌库抽出三张卡片，是第二种推荐的属性。三、火属性。火属性填能的部分可运用精力场龙眼的瀑布神坛，加上前几天介绍的红莲凯奇，感觉不错。不过主打手可能要斟酌，毕竟放三种进化链，没进化勋章的话有卡住的几率。四、雷属性。雷属性的龙龙羊在珠子有了密勒顿叶克之后铺场会较顺利，加上不限制填在雷属性宝可梦身上，其变化的方式可能更多。五、豆属性。内力陀的特性较特殊，神秘充能虽然是从弃牌区填豆能量，不过要进化且弃牌区不能有支援者，以现阶段没有类似叉字符币的卡片会相对难运作。好的，今天的介绍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？欢迎留言与大家讨论，喜欢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拜托，新观众也记得订阅支持哦。影片结束，拜。